知影。只要是伸手天猫夹所做，我一个人愿意担当，所有代志拢是我一个人做的，真好，真有气魄。来人啊，注意啊哈！小妹，你这么看待伤害伊，你敢知伊是什么人吗？伊是什么人嘞？你就是蒋顺天。蒋顺天。稍等嘞，你认唔着人？我叫做神州天马侠，我唔是叫做什么蒋顺清。你若唔相信，你问伊，我是咪叫做神州天马侠？对啊，伊是神州天马侠。我蒋顺清是啥物人？我唔捌哩。我唔是你所讲的蒋顺清，大人，我是神州天马侠，所有代志拢是我做的。好，既然你是乡里，你是神州天马侠，来人啊，将伊押好。阿青，大人，我这是真正神州天马侠。你是救人那件事，我唔是伊。你是伊，是我唔是伊。我才是真话啦。好，到底谁是真人？是别个人嘞？请放心，我来给您。小妹，你知？当然我知影。你是真人啊？你两个背起来。你两个拢讲，你两个是救天马件是无？你先，来，进前三步。我过来。这个停，唔对，不是你，快过啦！你跟他求婚了？人人是怎么了？要过几天就无尴尬。小妹，你到底认得无？我认得啊，就是你。那我这边三百的千金小姐，你给我三百。原来你就是神州天马侠。你做的代志实在太过可恶，来人啊，将伊押下！到底是什么人？快叫我！出来得欠你钱，欠你相信。你一个好好的小姐，哪个认错？你给我滚开！大哥，为着要找你兄。我去实在就亲像天猫叫，因为唔知影伊就是我的二兄，我去爱着伊，谁知影竟然告诉我出现伫迄个山西，我袂当了解因两人为什么竟然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但是因为我看到伊甲阿嫂的身份的，是我模仿的混混，我也不是混色混血想要做代志。神州天马剑，大哥，对不住啦！你若这么欠收，别起来。古兄，真正歹势，原来做贼的是我小弟小妹，啊，听你到地吼，伊嘛无正经伤人，安尼啦，清清菜菜啦，马马虎虎啦。是啊，阿兄。而且你敢了解，今仔日为什么会得神州天马侠？这一切因果拢是阿爷你造成的。啊！一切拢是我造成，这是安怎讲的？你敢了解，当初是阮姊妹甲伊人是兄弟，也毋过我甲伊人是顺兄。你竟然甲阮大过大，细过细，再数袂金言，发生这样正事的代志，才让小妹错失去你。这拢是阿兄你造成的啦！原来是你的罪过，啊！你更加爱死啊！听你安尼讲，一来二去，拢是我的唔对。好，既是如此，但是神州天马剑犯差做错，嘛是应当爱处罚。不如我就轻轻罚咯，将伊发派两人从军就死啊！阮义信，既是如此。拿来今天就该起刑。稍等一下，干嘛要用我？让阮一家吃中风，让阮休息上边，明天才好起刑。你讲的嘛是有道理，这代志一切拢是我误解所惹出来。好，拿来我就给恁时间团圆就是。多谢求兄。拿来我就先回洞休息就是。请退堂。求，真是的。阿爷在上家是你照顾这么顺，可是我无对你贪便，害你一个查某囡仔啦。
即马爱去受罪才好，我也是愿意代替你去。何必啊，你死！这是我自己惹来麻烦，我嘛无想要拖累我上克尊重的你命，是我伤过谦虚，毋捌甲人谈情说爱，头一摆去爱到一个不该爱的人，才惹来这款的后果。我听恁理所该说，才会当了解，恁两人互相有意爱，也若安尼是，我只乎恁一双一对。你是我的小妹，我无可能看你吃苦，你放心，从滚路上。外面人无好哩，就对着你真亏心。你我是阮心目中上界可爱天真的小妹，而且吼，我知影阮这个三八嘞真欣赏你，你是来拢伫个身躯边，予我感觉真信任。你只要吼带伊伫个身躯边去给伊照顾，以后若倒转来的时阵呐，我大小恁就让你做，唔免排第二，唔免排第三。你叫谁照顾我？我看是我照顾伊。免讲免讲，你即马吃香吃对啊，对不？我感觉一个人吼，我嘛感觉只孤单。好啦，答应啦，陪你啦。互相照应啊，安尼才有一个照顾，我才令你放心。先为你前开门。阿芳啊，我先话要冲，不管无事无事，即要先创啥？我为着爱你呢，你莫莫安尼。啊！是啊，做白白是姊妹啊！你若这会这颠倒，这尔啊大端，你来。我倒会无大端，我是讲爱啦，好无？你无爱伊，无你娶我，安尼我就免甲伊去出婚啊！我两个你讲一条话，你讲，我想我捡我好势哦，捡好哦，你捡我对的哦。我若使夹你，我是。你讲啥啊？我叫你啊，我若使夹你，我。先把这夹你啊，笑笑啊！今日我是你幸运，我甲你讲哦。是啦，最近啊，你离开了后。阿爹为你非常烦恼，既然有命存在，不如今夜找个家庭所在，互老大人安心，并且叫小妹准备充分。哦，小妹，从你倒来去，也是从大事从头先要讲予伊了解，这嘛是应该得体面。